欢迎收看《台湾新港界》，我是阿明张伟民。人讲每年元旦会使使用新版的这个护照，咱看吼过去伫咧讲吼2003年的时阵，迄当中有这个 SARS 啦吼，所以咱甲吼中国爱有来区别，所以伫咧护照头顶有做一寡改变吼。啊，这回嘛是讲台湾伫咧对抗武汉肺炎防疫成功啦吼。啊，这回嘛看到讲过去伫咧武汉肺炎初期的时阵，咱看到中国疫情吼是拖到安尼啦吼，全世界拢讲吼爱阻挡着中国人来入境吼。啊，所以咧。嘛影响到，讲台湾人摕这个护照，头顶是写啥 ？Republic of China 哈，所以这 China 就去用认为讲啊，咱是中国人哈。啊，为着要提升咱讲台湾的这个识别度哈，咱讲七月二日的时阵，立法院临时会已经决议讲，啊，建请到这个行政部门啦哈，来提升咱台湾护照的这个辨别度。啊，其实咱嘛看到今日。就是伫行政院吼，伫外交部长吼，做回来联合开记者会，咱嘛看到讲新的这个护照伫遮啦吼，但是有的人满意，有的人无满意吼，咱就先带大家做回来看讲，这细节内底有落物件藏什么秘密啦吼，咱来看到讲啊，中华民国这个咱的国号啦吼，啊，同款有这四字，咱讲华语字啦吼，另外 Republic of China， 哇，这回走去倒位？走来内底调吼，爱写几届，写三摆吼。所以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写三届。啊，这个国徽继续伫遮吼，做一挂定型。另外咧 ，Taiwan 这六个英文字母啦吼，改放大起来，比过去的这个部分吼，真正有较大啦吼。啊 ，Passport 可能遮护照这个部分吼。拢做一寡这个变化，有人讲这是变动详细这个一部分，然后但是冇人要求讲，其实为什么唔爱甲这个国徽提好掉，唔爱甲 Republic of China 提好掉？但是吼，就是避免争议啦。行政部门是安尼回答吼，但是这个回答到底大家有满意无？咱趁今日节目做回来讨论。接下来邀请三位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英社常务理事郑文良，大家好，大家好。第二位来宾邀请台湾基金组织部主任李吴金，大家好，我是吴金。第三位来宾邀请时代力量媒体创意部主任刘树杰，这里你好，大家好。是啦，咱就要先来请教大家哈，对这回改版的这个护照，大家有满意无？Republic of China 写三摆吼，有的人感觉讲这是咱的国号，爱给留予存在，然后某人对着这个国徽，然后有人讲伊是这个啊国民党的这个党徽啦吼，啊但是甲国徽从啊南州会用到即阵啊啦吼，啊到底是满意啊无满意？咱先请戴律师。即届我想政府提这个新的版本吼，总是比顶回较好一丝丝啊啦吼。OK。所以咱啦爱甲即点啊甲肯定啊，啊甲。也算加分啦吼，但是我会感觉咱原来这个护照吼，可能55分哦，加10分剩65分哦 ，OK， 勉强及格啦吼。啊，但是阁有真侪会使做的，就是讲第一，拄啊主持人有讲嘛吼，其实阮以前这个台湾影社吼，阮捌开过记者会吼，阮是要求讲爱发行2本护照 ，OK， 就是讲予百姓会使选择啦吼。当然，你即马即个明年要做的新的护照，我感觉较一个欠缺就是讲，第一个就是中华民国这四字嘛，吼、okay. 哦。你知影咱台湾足侪人是对台湾本土认同嘛，吼、对中华民国是无法度接受。OK、哦。啊，所以阮的主张就是讲，你啊认同台湾的，应该是写台湾啦，吼、哦。OK。啊，你啊认同中华民国的，那你就发行第二本现在的中华民国，让。国民可以选，会当选吼。其实这个律师家，你有整理到一张图啦吼，嘛是过去恁开记者会。我开记者会，吼，你看阮的这个设计就是顶管写台湾嘛， okay. 中华民国就没有了吼。这国徽改做是咱台湾。啊，过来就是讲你要有台湾的意向哦。即届新的版本吼，我也感觉讲台湾的意向不够吼。嗯哼。我感觉台湾意向一个就是用台湾地图，这是一个。Okay. 另外就是讲，像咱的一挂国宝吼，比如讲台湾黑熊。嗯。还是讲这个咱的迄个其他樱花古文龟等等动物、植物哈，其实台湾意象啊，足好的物件，咱会使选几项啊来藏，这拢会使嘛。OK， 国徽哈，讲实在哈，对大部分的台湾人的感觉哈、其实不一定有那么强烈，这是进行咧中国的物件啦哈。啊，过来就是讲哦，我感觉这个其实伊这个只有解决一个问题是什么？封面的问题。OK。
其实护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吼，就是讲伊内底有一个叫做发行机关吼。我以前咧即个美国加州遇到警察的时候吼，伊甲你讲你倒一个国家，我讲台湾吼，是，伊就并互你看吼。伊讲你只发行机关是 ROC 啊，内底个一个 China 啦，内底个一个 China， 伊讲你是 China， 伊就甲你质疑啊， okay。 所以你加嘴变阿嘴，你就无法度甲伊讲啊，我就是台湾，所以我唔得讲，咱应该是容许有发两本护照，让人民选择的权利吼，你也可以选一个限制的啊，该即个会使吼 ，OK， 强化台湾，那是留中华民国。那另外一个护照吼，应该是全部台湾吼。台湾人自由去选，嗯，那即马就是讲台湾跟中华民国，你即马实际上政府蛮不敢去挑战这点嘛，嗯哼，它实际上是两个共存哈 ，OK， 但是你爱好本身有一个选择权利哈，我提一个资料哈，咱政府内底哈，你1998年10月26日哈，有公布一个规定，所以咱的护照法第18条是，也规定说咱国人在必要条件可以。选择哈，也是申请第二本护照，第二本护照。所以咱是有规定哦，必要的时候，国人是可以因为有商务需要哈，有、okay。 比如讲，伊一届要去五个国家，啊，伊定来去申请签证。嗯哼，签证有诶国家拢未甲你收正本。OK。啊，你有时啊，你是两个国家拢未甲你收啊。是。啊，所以迄阵啊，就1998年10月26日的时候，咱就有一个内部的规定哦，是政府机关的规定是讲。嗯，这种情形之下，还是一寡特殊情形之下，你也使申请两本护照、啊、所以两本护照并存是 OK 啦。对，咱本来就会使两本护照啊。我来讲，咱现在咱也使发行两种式样的护照，给百姓去算。OK， 到底这个两种吼无同款的这个這外国嘛也不同的护照的模式啊。你从五个国家是多语系国家、okay。 多民族国家。伊嘛同时，伊连规矩都要做变化。对对对对对。OK， 这是咱讲陈律师提出来这个意见吼，咱嘛讲到。有当时啊，去外国的时阵，人就讲你是 Chinese， No， I'm Taiwanese， OK， OK， 所以咱就看到讲，真正伫咧国际上，咱就是这个假嘴被压嘴啦吼，真正拢处处红打压，但是咱就是真正是台湾人吼，但是对国内这个认同也好，然后其实国内认同要是我是台湾人，啊，嘛有人认同我是中国人这个部分，但是就是避免这个疑虑啦吼，所以咱看这回护照是变动上少的一摆，咱先做来看。立法院顶日通过被提关护照顶关台湾的辨识度，行政院甲外交部初二早起召开记者会，宣布新版护照方面的模样，重点是变动详细，凸显台湾。英国国名调整呈现的方式，所以甲英语字的台湾放大，啊，那是英国国名 Republic of China 是甲字体减小，改换以世国会的方式来呈现，甲 China 的元素更加上佳。为了避免我国护照持用者被误认为来自中国，影响我国人旅外权益以及便利性，我们是以现行版本的元素为架构，来凸显台湾，提升及强化辨识度。我交社强调，这项改变是为了避免国际误会。啊，若是新版护照发行的日子，考虑到因的流程甲安全尊量，啊，佮有通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甲各国政府等等，已经每年1月份来发行，而且以无增加预算的方式来印。这次护照改版是在现有的预算额度之内，不增加额外的费用。我们明年编列的是150万本，那现在看起来根本不会，就是不会到达那个数字，不会到达那个数量。那确切的数量，我们还是要看就是疫情的发展来进行。连署署部就是说明，即卖护照那是伫咧后期以来也是会当使用，啊，毋过民众要提早来换嘛是会使，但是换的规费同款是1300元。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发文表示，期待疫情早一天结束，予大家会当欢喜使用护照出国。啊，那是华航的机身，啊是外国媒体使用的计时，敢是要照例办？行政院表示，目前路也阁继续伫咧研究讨论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讲到7月22日的时阵，当阵临时会要通过这个护照提升咱台湾识别度的时阵，其实有两种版本吼。第一版本就是咱看到民进党的这个版本吼，想要通过，但是迄当阵这个台湾基进冒一个版本吼，迄当阵的版本吼，真正这个撇位，敢若伫法院一票了吼，所以真正拍袂过咱讲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部分啦吼。啊，伊冒做一挂批评，讲吼，即回咱看到护照这边来做一挂这个新的这个变化。Republic of China 写三摆啦吼，啊，其实国徽也漏掉的啦。
屁鬼毛讲着，咱讲吼，这个国徽那是无提掉，就是无必要来继续讨论。但是伊嘛是会鼓励讲，大家进去换啦吼，因为台湾的这个辨识度有较悬啦吼。对，其实吼，咱台湾基进在推上这个决议案的时阵吼，咱是写讲，咱唔盲讲，咱的国名写台湾。OK。但不只是讲这个台湾这两个字名，连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嘛，台湾吼，台湾。OK。啊，唔过是。在这当中吼，咱是要凸显到一个矛盾点。这个矛盾点是啥物？就是咱进行主席，咱的这个国民其实叫做中华民国。OK， 这是伫咱的宪法内底，这无阿多，你知无？就是所以咱伫咱的护照内底，就一定看到讲啊，这个进行主席嘛是中华民国留的嘛。啊，不过咱对这个国徽的部分，阮是感觉讲哦，就无欢喜。你明明就知影讲，你来改这个护照的时阵。一定，即个比如讲国民党啊，是讲一挂人会出来冤家嘛，啊，伊都要出来冤啊，你是安怎无要趁这趟时阵，甲这改掉？因为大部分的人，你去问伊讲，哎，你感觉这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徽，还是你感觉这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徽？其实一般的人是看袂出来。是。对，所以讲伫这个部分，咱会感觉讲，啊，你都要改啊，你都直接甲进行主席的国徽提掉就好啊。啊，有几挂人可能会讲，哎，迄护照顶冠一定爱有国徽啦。啊，唔过吼。咱会当看到讲，比如讲一张图内底，这是迄个孟加拉的护照，伊顶冠就是用因家己的地图，伊唔是用因的迄个用因的国徽。所以参像这个邓律师头拄仔讲的两种版本，台湾的这个意象会当伫头顶，台湾的地图会当放伫头顶安尼。对，所以讲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当然咱嘛是爱肯定讲咱的这个外交部因进行主席有要来改啊嘛，所以咱会当看到进行主席的迄、那个。来，咱比对一下吼，就是边啊。是。进来，咱来改造台湾的时阵吼，这是外国人看到的时阵，应该。外国人看咱的护照的时阵，会看到啥吼？对，中华民国，因会安怎解读？因的解读就是哦，一张图啊，象形文字安尼，伊唔知影迄啥物款的意思。可能中就是一个鸭啦吼，啊，搁这个水果啊、花啊，是其他物件呢？无唔对，章鱼啊，这款的土龙。是。啊，不过吼，因为进台湾变大嘛，所以大部分的人确实，外国人看的时阵，伊会感觉讲，哦，恁是台湾人，恁唔是中国人。Okay, I recognize you as a Taiwan. Yeah, okay. 我就 we are Taiwanese, not Chinese.啊，唔过吼嘛是同款，他都有讲到讲中迄一年吼，就是讲三届迄个 Republic of China。对外国人来讲吼，因看嘛是看讲，感觉讲这是迄个中国共和国。所以讲对，阮嘛是感觉讲啊，这都真正无法度。所以讲最后咱是要来讲一件代志吼，就是讲咱改这个护照，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唯一会当来治本的方法吼，就是伫咱进行主席的这个宪法内底，咱的国名啊、咱的国号啊、咱的这个国徽啊等等，这应该爱来改。所以伫迄个博伟迄当时阵，迄个通过，因为我感觉讲吼，这是一个蛮最重要的时刻是安尼啊。迄当时阵，陈水扁总统伊咧改迄个护照的时阵吼，是总统用行政命令来改，啊，不过即改的部分是一个立法委员。哎，当然讲，虽然咱这个台湾基金是只有一个立法委员，啊，不过伊提案嘛，同款吼，这个民进党啊、时代力量啊、个这个民众党吼，大家拢有来支持啊，啊，就意思就是讲啊，咱真正很主持咱台湾的民意是唔盲讲，会当大家做伙来改这个护照的这个封面，不只是封面啊，咱迄当时阵提案的时阵。对啊，不过讲到转来吼，咱是唔盲讲未来咱会当来做一件代志，就是来修宪。修宪，对，这就是讲，咱护照是第一步，对，上重点的，就是修宪这个工程，然后就是讲中华民国，也是讲大家要改国号，讲讲的嘛是，安尼讲来讲去啦吼，真正爱写入去咱的这个宪法内底，也是讲有制定一个新的这个宪法，也是讲修宪以后才有法度来去做一挂推撒啦吼。对，而且这甲过去这个陈水扁总统伊在推撒，用行政命令来推撒的时阵无同款，因为进行主席是立法以来对。大部分的迄个立委有支持嘛？啊，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讲进行主席的民意，大部分的人会来讨论这件代志。所以甲过去无同款的是讲，进行主席的民意是唔盲讲，咱是台湾人，咱唔是中国人，咱嘛唔是这个。有可能有几挂人也感觉讲啊，我是台湾人，我同一个时阵嘛是中华民国人。啊，不过咱台湾其实是唔盲讲，未来咱拢会当变作讲咱是台湾人啊，台湾人。百分之百，这个比例，这个上吼，等有一张图的先传，观众朋友来做。会看哈，
啊，其实咱嘛讲吼，即回改护照。七月二日开始，然后但是七月二日进前，咱时代力量就做真侪代志啊。但是伫这进前，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咱的护照演变的这个历史啦吼，咱来看到讲吼，其实咱讲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护照自1949年哦，这个国民政府来台湾了后，其实有改做18届啊吼。咱看到这个是即阵吼，可能明年元旦的时候，咱人去摕到这个新的护照。但是1949年的时阵，国民政府来台第一本护照是生做安尼吼。迄当阵头顶无 Republic of China， 但是有中华民国护照。OK， 这是迄当阵国民政府的这个时代。另外，伫咧1980年代蒋经国的这个时阵啊，迄当阵就是较国际有直接嘛吼，所以英语字嘛写哩台头顶啊，伊写上了 Passpo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然后同款是 Passpo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另外，伫咧1994年的时阵，就是咱看。迄当阵，这个护照的形态都甲现主席要讲啊要讲吼，所以李登辉时期有即款的这个样态啦吼，啊将中华民国的这个字样雕甲这个头顶 ，Republic of China 就伫下底啦吼，啊国徽嘛伫伫遮，啊另外就是下骹就是咱的护照，另外哩2003年时阵头条吴金有强调过，然后当阵是用这个行政命令的这个方式吼，伫这个护照头顶。加上台湾啊，迄当中有一个背景，就是讲吼，这个 SARS 疫情的期间，同款嘛是讲，咱伫咧疫情的这个处理，虽然有法爆发到疫情，但是咱处理较真紧啊，较过去吼，中国跟当家非常的无同款，所以咱甲护照头顶吼，为着要区别，咱家加做台湾吼。另外伫咧2008年的时阵，马英九政府的这个时代，为着要推行到这个有 chip 的这个护照了吼，这個、部分。有影伫咱签证的这个部分啊，去美国也好，这是一大重点啦吼。另外就是讲电子旅行证的这个票试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伫咧2020年这个时阵啦吼，咱看到就是嘛是同款到疫情的这个部分啊。过去咱讲疫情拖了遐严重，台湾国去用认为是 China 吼，真正无通啦。所以咱即回看到七月二日伫咧临时会了后，今仔通过。台湾吼，避免甲中国来做混淆啦吼。另外，咱要继续来请教 Jerry， 咱讲今仔是9月初二，明仔另有一个真重要的这个活动，就是讲护照吼，你有去征求真侪民众的这个倡议啦吼，啊有分作是国际这个版本吼，就是规范的这个版本，哎，按照护照以什么款，你都要照什么设计落去做，啊嘛有创意的这个部分，面向全国民众来去找这个 idea 啦吼，但是即阵。吼，恁吼这个外交部先甲你抬掉，恁明仔要公布恁的这个 idea 有头名、第二名、第三名，但是因先公布啊，恁怎挪出去嘛？无法度通好建议伊呐呢？没啦，这是今日看到这个新闻嘛，是非常欢喜的。这政府哦，咱不管因安怎做，咱总是嘛感觉讲因有咧做一寡，但是有听到咱台湾人的心声啦。虽然讲最后这个设计吼，咱有真侪意见，但是。总是比过去较好啦，所以第一点我是甲肯定啦，就讲因有咧做一寡代志来回应这个民意啦。啊，第二点嘛，第一个部分是回应民意上重要。就是讲，因为毕竟讲今年7月22日吼，啊，伫立法院有这个公决案嘛，伊讲要请这政府机关吼去广泛的去有一个新的设计嘛，啊，就是讲和这个护照会当。加强台湾的这个 image 嘛，对不对？这个 image 嘛，所以讲，伊即卖把这個台湾这个离放大嘛，啊，把这個 Republic of China 变小哈。所以不管安怎讲，总是一种讲法，都是讲因有咧回应这个民意嘛，哈。OK。所以第一点嘛，阮本当时甲肯定啦，哈。第二点，吼，就是当时讲我都要来上这部正经这个美国资深的记者，有确定来搞。来访问啊哈，我都甲讲一句话，我就讲吼 ，it could have been better。OK， 就是讲，会当更加好，会当更加好啦。讲安尼未歹，但是会当更加好啦。哈，你比如讲，虽然讲这护照顶面爱有国名，但是伊其实伊无规定讲爱有这华语的国名，还是爱有这英文的国名，还是讲爱有啥物其他的国名。你比如讲菲律宾这个国家，哈，因的护照顶头是啥啥，伊像菲律宾啊。啊哈，是 Tagalo 是菲律宾当地的方言嘛 ？Tagalo 语的菲律宾，它叫Pili 这个啥？叫做 Filipina 哈？诶 ，passport 是，伊是安尼写，所以伊嘛无一定爱写讲英文的这个
Philippines， 伊嘛无讲安尼写嘛，所以咱即马即个新的护照，即、這个封面设计哈，伊写中华民国，伊无写 Republic of China， 我感觉讲本地都唔免写 ROC， 本地都唔免写即个物件，以后即个新的设计、新的封面嘛唔免写 ROC， 伊即马有一个全的做法，就是讲把本地 ROC 变小啊写三改，其实伊根本都唔免写 ROC， 伊只要这护照内页。资料页，有这个Republic of China 都会使啊。封面这个 cover 吼，其实是唔免写 ROC 的，伊会当写讲这中华民国，讲啊你这国民有交代都会使啊。华语有写的。上好的做法是啥？是啥？写台湾就好。OK。连中华民国其实都唔免写，因为咱讲伊虽然伊有规定讲护照顶头封面爱有国名，伊不讲爱写啥物款的国名。写台湾敢袂使？英语名是讲写华语。啊，无你政府爱讲咱台湾唔是咱的国名嘛？啊，无你若是讲台湾唔是咱的国名，你啥要甲台湾囥较大 ？OK。所以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买单囥起了吧？我是感觉讲，你要囥中华民国，我嘛是会当接受吼。啊，若是大家囥台湾是上好的做法， okay。 这是无要紧的吼。啊 ，ROC 根本都唔免写啊。啊，第二点就是讲迄、那个。车轮牌啊，而且败笔啦，我讲这，因为这车轮牌甲国民党这个党徽就高度相似啊，每大家感觉奇怪，这两个一个党徽一个国徽，那分袂清楚啦，成着对不？啊，并不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当甲做分辨嘛，所以吼，我是感觉讲未来，我今仔日问这邱显治立委，伊嘛有讲啊，阮未来会提案来修法，是来改这个咱的国徽嘛。啊，无你这党徽，我感觉讲哦，真正是歹看啦。啊，第三点就是讲哦，阮吼，时代力量为今年差不多七月吼开始来举办这个护照封面设计这个比赛吼。是。明仔载呀，嘛要办一个颁奖酒会。啊，这段期间吼。总共全台湾有127件的作品，那非常的优秀来报名，所以吼，我感觉讲，其实全台湾大家对这个咱爱有一个新的护照的这个封面设计有很强的热情啦，吼。啊，咱台湾嘛有真侪这设计的人才嘛，所以我看到哦，百几件这个作品拢非常的优秀，我都唔知讲要安怎选，吼，所以明仔载吼，这个展览吼，嘛伫这个咱台北市这个大稻埕要开始做展览吼，啊嘛欢迎咱各界来看咱这100多件，咱的创意到底是创意是安怎来设计安尼？是，咱都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即回恁定选的这个创意吼，其实台湾 image， 哦哟，有哦，一个。两个，这是我伫这个网站安尼列落来看，差不多有八，你讲百外件嘛吼，所以即阵咱看到真两吼，这是有台湾，啊，这是无台湾吼，另外这是用中华民国的哦，但是伊则是台湾 passport 的吼，啊，另外则是用这个牙吼，啊，其实这嘛是一个台湾的吼，另外用两个台湾，两个台湾 ，OK， 做一个蝴蝶，蝴蝶的王国嘛，哦，伊是两个台湾，啊，另外一边的迄个翅膀，甲台湾做反面啊，啊，一个较大，一个较细啦吼，其实这个 image 嘛袂歹啦吼，所以已经有真两三吼，三个台湾啊，另外这是用咱的这个玉山啦吼，其实嘿嘛是袂歹啦吼，另外这个台湾的这个 icon， 其实较细。但是安尼整体看起来其实嘛袂歹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这个台湾 passport， 但是这是放一个梅花啦吼，嘛是有过去这个影响到吼，梅花梅花满天下啦吼。但是你整体来看讲，这作品上济 icon 放台湾的差不多几趴。你讲放台湾这个图案呢，其实会当讲大多数的这个作品都有放台湾。有背城无？背城可能有，啊上特别是讲。珍珠奶茶有七件，七件。咱大家拢感觉讲，安咱大家拢啉波霸奶茶对。所以总共有七件的作品是含以珍珠奶茶做发想，以做这个发想。啊，过什么台湾黑熊啦，吼啊，真济啦。这是今日吼迄个CNN 呐，伊嘛有为香港来搞阮做访问。OK， 所以咱们看到讲这个 bubble tea 啦，吼这个。这个珍珠这个部分，其实有人我看了，有人围安尼台湾安尼围起来吼，这嘛是一种 image 啦吼，所以一旦甲真济台湾无同款的元素，伫咧差不多超过八成的作品拢是放台湾，你拢唔是啥物中华民国 ROC， 其实你都会当去看到讲，其实
大部分的民众是希望讲这 passport 顶冠是凸显咱台湾的意象。OK， 所以台湾的意象真正重要哈。所以咱看到这么高的这个比例，外交部那袂伫这个七月二日开始做一寡这个定选的哈。问看这个民众的意见，还是讲吼，像这个时代力量安尼做一寡定选也好，甲大家收集创意，继续请律师。拄啊，主持人咧讲，我感觉是真好的。概念就是讲，其实你的护照应该是征询民意啦吼，所以啊，时代力量恁的做这个征询民意的动作其实是对啦。啊，伊是啊，关于你要公布证件，我想是惊麻烦啦吼，惊大家创意伤济啦吼。反对党。OK。我佫补充一个是讲，我拄仔去查一个资料，我甲迄个日本吼，日本有两种护照，是，好，然后本身会使选两，伊的护照一款是红色的皮，是，一款是蓝色的皮吼。红色的皮是十年的护照 ，OK。蓝色的皮是五年的护照，伊是二十岁以下，你只能选蓝色的皮。是，但是你成年了二十岁以上，你也可以选红色的皮的护照，也可以选蓝色的皮。哦，所以嘛是发行两种护照，和你国民去算呢、啊。嗯哼哼。所以我也感觉讲发行两种护照，这很多国家其实都有啦。所以我也感觉。啊，台湾应该是行较开放的心胸吼，其实咱无需要踮咧一直踮咧护照遮弄足保守，嘿，白卡白手啦。咱其实是拿护照是代表咱的国民的一个国家的尊严嘛。是。啊，你无咱台湾人认同，其实即满七八成，甚至有一些还要到九成了哈。你无一直回应民意的时候，我想这人民的迄个荣誉感会降低啦，所以。都阿你讲的，我刚刚做赞成啊。为什么还有一个国徽？迄个国民党的国徽嘛。那为什么这个不改？是台湾的意向，我想即马连国民党 的支持者也会支持你台湾意向的物件嘛。你不要一直为了那个一直死抱那一个。所以我也感觉讲，当然你要克服这个问题，就是征询嘛，征询民意嘛。你纯会使甲时代力量合作的讲，叫百姓来设计。我都阿看你写迄个。百姓的设计很多啊，很好啊，对不？嗯，对啊。台湾就台湾就这里存百合马赛嘛，吼、啊，下面梅花鹿啊，这东西台湾意象非常好的东西。我刚刚啊，这个玉山吼，你存这玉山也很好、啊，这东西台湾 image 也猛。而且我也刚刚那护照也不一定限一个图样嘛，我们可以丰富。嗯哼，丰富啦吼，重点是讲咱行到国外吼，其实咱讲这本护照伊要。翻新啊吼，明年元旦要来上路，其实伊爱通知着真侪这个国家啦吼，还佫有真侪这个组织啦吼。上重要就是讲伊安怎去辨识，啊，咱嘛讲到即回这个辨识啦吼，尤其咱旧的护照，还佫会当进行去使用的时阵，就代表讲其实这两本护照的这个概念应该是行得通的啦吼。那本来都会使两种，会使两种啦吼，特种情形还是可以啊。有影啊，其实咱嘛咧讲吼，这个国家去研发通过了啊吼，大家人拢要标注着吼，有人吼想要标注台陆的吼，我是台湾人吼，我会当用这个台陆去飘音吗？啊，你若是客家族群的，你嘛会使用着这个客语的这个飘音，啊，你若是原住民，嘛会当用着客语去做飘音嘛吼，所以未来这个咱护照。会当搁较开放的吼，放较宽这个心胸然后，咱继续要来请吴金啊吼，咱嘛看到讲吼，无想要做中国人，所以台湾护照有真侪种这个立定的这个部分然后，亲像台湾国吼，有咱查去，但是有当时啊，你要查去的时阵，这个海关者就先甲你关心一下吼，关心啥来讲啊，你这个护照摕出去有打这个 sticker， 打这个大纸吼，可能出去你就会哦，有当时啊无法度入境哦，啊收到这款的关心，有当时啊你就会使甲讲。无要紧，这个效果我家己来负责了所以台湾人已经有真大的这个决心，要来改变这个咱讲护照这个顶面的部分。但是这回外交部嘛无继续向人民来找意见啊，有甲恁做一寡意见的交流无？啊，我赶快嘛是讲今日透早的时阵，才即个委员遐才接到阮即个外交部部长的电话啦。是，伊家己亲身卡号批位。对，伊意思家己解释讲，因十点的时阵会开一个记者会，所以讲伫这进前，咱嘛是无接到即款的消息。咱有问啊，有问伊讲，问外交部讲，进行主席啊，进行到啥物程度啊？毋过因呢，就是保密到家的对啦，系啊。毋过另外一个部分，我感觉伫网络顶端都有真侪人咧讲，遮个迄个笑亏啊，意思就是讲过去
通过即个七月二十二号的时阵通过即个决议案，大家就咧讲讲，护照贴未来可能无市场啊，哦，可能唔免阁印啊。所以即摆市场阁开始啊。对，结果出来了，都发现讲，哦，我市场阁赶快要来印。对啊，而且嘛，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讲，咱其实有一个，阮迄个基金有一个东源啊。OK。啊，伊即个伫七月二十二号进前，伊其实都有画即个图出来。先一个设计出来了哈。对对对，啊，不过因为伊最近，因为伊就是有破病，所以讲伊进现主席已经无伫，人已经无伫。世间顶管啊，所以讲伫这个期间的时阵，我也感觉讲，因为伊迄当时阵甲这设计出来的时阵吼，伊本人是感觉讲哦，真骄傲。对，伊会感觉讲哇，无想到讲伫我这个有生之年会当看到讲，咱现主席咱的台湾要来改咱的护照的封面，伊会感觉讲哇，作为一个台湾人真骄傲。啊，所以讲今仔日安尼出来的时阵吼，我是小可会感觉讲啊，你这国徽阁无提掉啊。会感觉讲对即个战友我都交代啦，所以讲伫未来的部分，咱嘛是继续会来争取讲，你迄国徽是毋是会当来提掉？啊，是毋是无即个会当互人民唔免阁去买迄个护照贴啊？咱会当伫遮用即个护照的部分，咱来改做讲，咱真正是咱台湾的民意会当来处理，会当来接受，会当提起国际的时阵，会当大声甲别人讲，我伫台湾人啊，我唔是中国人，所以你看咱的护照，顶冠嘛无中国国民党嘅党徽，啊顶冠嘛无 China， 咱就是台湾，啊用咱家己的即个图示，我也唔盲讲未来会当是安尼。所以对即个设计人来讲吼，其实是一寡遗憾啦吼。当七月二日的时阵，当阵。伫咧进前，伊就设计好势啊！其实即台湾边啊，佫有真侪咱即个岛屿，伊嘛佫有点出来啦吼。其实咱讲到真正，大家为着这本护照吼，伫咧国际上，台湾人你嘛行搭出去，你就家己知影啦吼。这本护照，你就是互看到是 Republic of China， 即个 China 其实亲像咱讲孙悟空的即个紧箍咒吼，甲你绑掉掉了吼。但是有的人嘛是也是。把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放伫伊这个心内，所以咱讲这个认同上，台湾也是够有真侪种无同款的这个认同，但是这个认同有一寡改变吼，咱等下嘛带大家来看迄张图。不过咱嘛看到讲吼，头拄吴京有讲到吼，这个 sticker 这个大纸的这个未来吼，可能搁要加压，搁要活落起来吼。咱来看到讲吼，真正过去伫咧2015年的时阵，迄当阵都有一个台湾国护照这个大纸了吼，迄当阵外交部。就指出这是违法的哦，无法度，但是却无法度指出违反什么法啦吼。啊，2015年嘞，外交部阁要修改着什么嘞护照的这个条例施行细则啦吼。洪佩平是讲台湾国这个护照大纸是针对因来啦吼。另外，伫咧2016年1月时阵，这个条例施行要上路啊吼，伊就定讲袂当吼。挑地工啦吼，也是讲阮家己要安怎做就安怎做了。伫个护照方面，也是讲伫个内亚吼做影响护照这个原装的行为啦吼，啊违反就法律保留吼，也是讲侵害就人民表意自由这个部分吼，可能有这个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另外咧，这个2016年3月时阵哦，这个漳州的吼，甲王这个王定武吼，这立委哦联署提案吼，要甲这个。施行细则，甲太好掉了吼。另外，咱看到2016年5月时阵，传出着这个蔡英文总统吼，避免这个甲中共吼，佮因惹上去啊，所以就甲这个修正吼，放伫遐啦吼，甲单也放伫遐。另外，伫咧2020年9月，就是咱看到今日吼，这个新版的护照开始啊吼，所以咱要继续来请教 Jerry 啦吼，咱头拄仔讲向民众来征询意见啊，其实。差不多你八成收到的这个护照的这个创意，然后其实跟台湾嘛真有关系啦吼。头拄啊，吴金嘛讲到，即阵大纸的生意可能够哪来哪好啦吼。实际的改变，伫遮咱看无，咱是毋是过来等一届？可能有一个大事件，台湾人搁伫国际上方打压咱护照，才有法度改咧。我感觉是淡薄啊遗憾啦，因为阮无可能讲逐年拢咧改护照嘛。是啊。啊，所以，既然即摆要改护照，是安无爱咧改正经咧征询大众即个意见，我是讲有淡薄仔拍算啦。因为你若讲甲征询台湾有真侪做设计的人才嘛，伊拢会甲政府讲，咱会当安那来调整嘛。啊，我是毋知讲即边政府是毋是有去征询讲咱台湾即个做设计的。人才吼，那看起来敢那是无啦。我今日看到这个影片的时阵，我讲，
该你都呀，啊不然真正看哦。这是有淡薄啊，怕是因为你好不容易你下定决心要改护照去啊，但是你可能去干嘛讲？哎，刚刚拢无想改掉，吼啊你因为你改护照，你改了，你改完了，你赶快把这些新护照这个样本、这个 sample 上，这什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也要做几个备案，哈，所以你不可能讲，达各位。当年拢在做这个代志吼，所以你既然要改，我是感觉讲应该当来，你比如讲，甲时代力量甲基金动啊，来做精神嘛，讲咱有啥物意见，而不是讲咱改了要开记者会，爱电话再卡来，爱讲我讲改了要开记者会。咱讲基金家吼，本地就一个版本啊，啊时代力量过来上这个号召，这个创意，这精神。我其实吼，我有邀请这个林务局的这个长官吼，来出席咱我明仔载这个passport 设计颁奖的这个活动啦，但是这个局长讲伊无阿倒来，我们感觉真怕算啊！啊，到今日我才知影讲，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来如此啦吼，就是讲伊要伫恁进前一天，甲这个咱讲这个样态啦吼，公布予这个台湾人知影吼。但是恁这个活动进行是伫六月中的时阵就开始要做一挂公告啊吼。另外伫七月二日，恁讲临时会通过了后，恁就开始向民众来征询着真济作品啊吼。啊，这回嘛收着一百挂诶，这个127件的作品，所以已经算真济啊吼。所以大家这意见啊收集起来，差不多八成这个民众拢甲台湾抗起，这嘛是大多数民意的这个定向啊吼。那么讲吼，其实这回这个护照的这个改变，真济人也是无满意吼。但是有当时啊，咱嘛爱小甲肯定一下吼。变动上少，有当时也是卖阁惹到其他吼，伫咧调查之间纷纷扰扰啦吼。啊，那么讲吼，其实咱的台湾护照真正好用啊吼，安怎好用呢？其实咱讲吼，即个咱得到即个吼，即个其他国家吼免签证的即个部分吼，待遇愈侪愈好吼，所以咱排名差不多伫33名啦吼。即个部分33名，另外咱看第一名是日本哦，因迄本。护照真正介好用，红色的皮啦，啊嘛，佮有这个蓝色的皮，吼，啊，其实日本的这个护照，因都是放一个这个菊花嘛，吼，就是因的这个国花啦，吼，唔是咱的国花哦，是因的花哦，吼，菊花吼，啊，第二名是新加坡啦，吼，第三名是南韩、德国，吼，另外咱讲美国佮英国吼是排伫咧第7名，吼，加拿大、澳洲是排伫咧第9名，中国护照真歹用啦，吼，70名，所以咱讲，咱过去伫咧真济社会事件的时阵，咱看到吼。为着着咱讲护照吼，台湾是排真着顶，因为咱讲护照，咱的签证优惠待遇真正袂歹啦吼，所以大家拢想要喏来甲这个咱台湾的这个护照做一挂这个为着啦吼。那么看到因为咱排名第33，啊，这个美国排名第7啦吼。咱嘛来看讲，其实这个咱讲 Jeremy Lin 吼，伊伫咧7月时阵归位做咱台湾的这个公民啊吼，啊伊嘛摕到伊这个人生头一本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台湾的这个护照啦吼，所以咱要来看讲，伊呐是搁较等一下，明年元旦的时阵，就再摕到这个新版的这個部分，但是一部啦吼，咱先看这个报道。就欢迎咱哦，台湾居住的，是，非常欢迎。蔡政府长徐国勇笑甲真欢喜，毋忘林书豪回来台湾会当带动台湾人运动风气。出世伫美国的林书豪有美国公民的身份，不过因为父母拢是对台湾移民到美国，因并无放弃过台湾籍。因为安尼，林书豪的老爸林介明请台北市议员郑小平斗三工，伫7月底，让林书豪顺利摕到中华民国的护照。那入籍中华民国一直是书豪的心愿。因为爸妈都是台湾人嘛，因为我跟我太太我们都是台湾出生的，本来就有中华民国护照。那去了美国之后有3个小孩，我们一直都想帮他们申请中华民国护照。林书豪是美国职业篮球 NBA 史上头一个台湾的选手，即马有台湾护照，未来有机会透过规划代表中华队参加国际赛。不离过林书豪去年转战中国职业篮球 CBA， 代表北京首钢以外援球员身份出赛，合约一年一签，未来若是以钢二代来援球员身份，可能有搁较侪春秋的空间。书豪他最近才完成那个 CBA 的西征啊，他回到美国，他已经讲了，就是说他这一切都会交给经纪人，他想要回去休息，让他恢复他的身体的状况。以后呢，有没有机会回来，完全是看小孩子的意愿，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机会。
林书豪捌公开表示，伫 CBA 拍篮球是伊的梦想，未来敢有可能替中华队拍国际比赛，也是后一个赛季继续拍 CBA， 伊的后一步受到各界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嘛看到讲吼，即回即个护照真介好用，但是有四个四个所在台湾护照是惊打袂入去的吼。咱看到是 UN 总部、联合国 New York 这个总部吼，你台湾人吼要去即个护照吼，摕咱中华民国即个护照也是吼，即个部分真正是去用阻挡。另外有三个国家，咱看到是 Georgia， 佮有即个摩尔多尔瓦，然后佮有阿布哈兹，然后所以虽然咱讲护照真好用吼，但是也是佮有其他的即个部分爱来去注意的吼。但是咱头都嘛一直讲到吼，台湾。认同吼，真正伫咧每一个阶段拢有无同款的这个变化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伫咧1995年时阵吼，这个时阵有发生伫咧中国啦吼，咱遮这个观光团去遐有发生一个千岛湖这个事件吼。迄个事件就是讲吼，咱台湾去遐本地，咱看到是一个吼抢劫的这个案件吼，但是咱中国吼，中共啊，伊个。叫形容是，拢讲伊是一个火烧的这个事件吼，所以当阵这个部分，咱看到李登辉前总统嘛，对着咱台湾的认同有提升到这个部分，然后所以咱看，我是台湾人，头一摆超过着我是中国人吼，差不多伫1995年这个部分然后，咱看到是青色的这个部分，台湾人吼，这个趋势吼，偷偷来侵权。甲2008年马英九都上台的时阵啊，想要这个时站会变成吼，这个吼黄金。交叉吼，就是讲陈水扁已经执政吼八冬啊吼，迄当阵就是讲我是台湾人，超过我是中国人，嘛是台湾人，即个认同吼。咱看到2019年，佮有习近平啦吼，伊通过着即个咱讲佮同胞书啦吼，即个咱看到一国两制即个台湾方案即个部分啊，所以咱讲台湾的这认同真正是有大变化啦吼。啊，咱嘛讲着即回护照出来，咱就要甲即个 China 提掉啦吼啊。大家全世界其实这个 China 这个因素，大家想讲吼，爱严格严肃来去看待啦吼。所以咱们看到讲，其实反中也是讲吼，甲中共无共路这个情形嘛，愈来愈济。咱们看到讲，这回 Czech Republic 这个共和国，因为这个议长来台湾吼，其实咱们看到王毅吼，伫咧欧洲访问的时阵讲，哇 ，Czech Republic 你超爽啊，你这个已经。超过着，咱讲一中的这个原则也好了哈，顶顶在这个限制也好哈，咱先看王毅伫咧欧洲安怎讲的。我们要告诉捷克的参议长，你过线了。访问欧洲一礼拜，中国外交部的王毅最后一站到德国，跟德国的外长马斯会后，再另开记者会，对德国记者质疑中国安卡疫情，强推港版国安法，涉嫌在新疆进行种族清洗，一个台湾的议题，王毅拢有做回应。宣布疫情是需要非常慎重的做出决定的。这40年来啊，从550万增加到了1100万，这个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其他民族的速度。何来种族清洗啊？任何国家都需要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啊，为什么香港就不能有呢？中国官员轮流恐吓捷克。王毅伫咧记者会啊当场讲捷克划算，马斯也无伫咧客气，讲不准威胁欧盟嘅成员。Als Europäer in der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in engem Schulterschluss und wir begegnen unseren internationalen Partnern mit Respekt und wir erwarten dasselbe genauso umgekehrt und Drohungen passen dazu nicht. 马斯也呼吁中国撤销港版国安法，并且尊重基本法，伫香港落实一国两制。也表达澳门希望赶紧举行立法会选举，双方伫记者会来来回回拢无交接。王毅访问澳洲，人行到倒，抗议就得到倒。伫咧毗邻外交部大楼外口，香港民主派领袖罗冠聪甲德国立党带上百人抗议，现场摇中华民国国旗。We have to be very strong and tough, in preserving.The democratic values, and I think at least we have to get the direction right instead of just trying to frame it into a dialogue which has never succeeded.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we take actions rather than just saying that we are in a dialogue. 罗冠聪讲，西方世界唔通就是讲会当透过对话和中国民主化。过去几多十年来，民主世界拢就是人民呐俘虏了，自由就会带来。严格事实证明。独裁政权正走向反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中共外交部长吼来到欧洲遮吼，其实吼是
豆豆啊，这个看到这个钉啊吼，一直甲擦擦擦擦擦啦吼。其实真正大家看到王家公吼，你已经超山，大家拢是吼对伊的这个威胁吼，真正看袂落去。咱看到这个 Prague 吼，这个区长伊安尼讲吼，安那敢批评咱讲参议院的这个议长吼，真正是粗鲁，佮无礼貌的这个跳啊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这个法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讲，欧洲甲中国的关系必须要建立着互相尊重的这个基础啦吼。中共任何行为，这个威胁拢是无法度来接受吼。啊，伫咧访问的即阵吼，伫咱台湾这个议长、参议院议长啦吼，伊讲民主国家无要听你其他国家的这个命令吼，尤其是一个非民主的国家，就是讲你中共唔是一个民主国家吼。啊，德国外交部长同款，嘛是讲吼，这个威胁袂使啦吼。安尼行为安尼，甲咱打下啦吼，真正无法度来接受啦吼。所以咱看到国际真正看到这个普世价值，就是伊来。哦，即访问嘛，即本质就是即个部分。咱嘛看到即个议长，其实伊嘛讲吼，伊嘛无反对到中共交流，但是你中共就是爱有即个普世价值。咱继续搁来请律师啦吼。按怎来看讲吼，即回王毅伫咧欧洲安尼讲吼，欧洲社会其实嘛做一寡声音咪出现了。即个迄个中国即个评论吼，对即个捷克的参议院院长啊，即个韦德奇来发言吼，我感觉是。在国际上吼，顶多是反效果。OK， 来，感觉讲你这个中国，你是不是有迄款霸权的思想？嗯哼，你对一个这个国家吼，捷克这个国家的参议院院长，他只是来这边访问，是，你就使讲啊，你讲强悍吼，指指点点，我想这个国际社会上是不容许的，是哈。啊，这就是啊，坐实的讲吼，啊，这个为什么美国对这个中国开始？采取这个冷战的这个动作的，讲、okay. 你这个中国没有遵守这个国际的秩序，吼、啊，这个我感觉好的现象是啥？这个主席你看，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讲话，德国嘛出来，德国也出来，因为进前这个美国咧对中国对抗的时候，吼，德国的这个梅克，吼，是。讲话还是很暧昧，对啊，伊对这个德国国家利益出发啦吼。对对对，啊，这届因为我感觉迄个德国外交部长讲的是一个真正确的语言啦，就是讲，因为伊是欧盟嘛，你乃使讲和中国当咪啊用言语恫吓因的这个欧盟的国家，我讲伊这个动作是正确的。过来，我感觉中国有一点是错误，就是讲吼，咱台湾是一个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后进国哈，其实。台湾的这个地位真重要，就讲对李处大前来吼，其实你看这个亚欧非这些国家吼，是以前的殖民地也好啦，还是讲迄个不同的这个语言种族的国家，拢慢慢独立吼。咱台湾是到今嘛，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去好好处理啦。是，我感觉这部分就是咱台湾爱还是要面对。恁今仔日讲护照，为什么中华民国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处理掉？对，咱。宪法无改啦，咱的国民的期望甲即卖政府的决心，我感觉是不够哈。OK， 啊，拄下咧讲即个护照也牵涉到讲宪法的问题啊。我当然，我民间感觉是爱制定一个新的宪法是，好，制定一个宪法。然后台湾王毅即个讲的无得力的，讲台湾到目前为止，咱是家己有专总统，咱有家己的政府，咱的。人民土地都有嘛，在国际法上吼，是，咱就算一个独立国家，咱起码是比较欠缺的，讲咱家己的百姓甲政府，咱唔敢家己画出说我们就是台湾，这个问题，我感觉这部分是咱内部，咱来慢慢啊跟形成共识的一个所在。嗯，爱跟有共识啦吼。对，你这点也无画出来，你根本你在国际上你要对抗，很不容易。从为什么咱去联合国也不能去？你自己不表达嘛，你自己不在国际上。国家的条件除了人民、土地、政府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的这个需求、愿望啊，还有国际的承认，这是重要。OK， 但是你自己无画出来，国际的承认就不会进来。OK， 咱台湾人的需求爱和国际来承认，爱听到了哈，自己爱讲出来。有影吼，所以咱嘛看到，其实咱讲古，咱讲长了吼，咱看到这个韦德奇，其实伫里发言讲吼。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哈，你替人讲了哈，但是咱来家己讲啊，是啦，所以咱来家己讲，伊已经吼发出这个声吼，咱台湾人那是还阁困的啦吼，继续安尼，咱是继续去用打的吼，就参照华春莹讲，
因遮来吼，就是背起因中国一省尔吼，所以台湾人恁即阵无愤慨，当时则要愤慨吼。咱继续来请吴进吼，咱能看到讲，即回欧洲来吼，即个东欧即个部分吼，因开第一枪吼，啊，买手咱嘛毋茫讲，即个连锁的即个反应会当走出来吼。其实台湾人亲像陈律师讲的，即个恁若无讲出来，大家拢毋知影你的需求是啥物。对，我刚刚讲即届迄个捷克议长来遮拜访啊访问的时阵，其实拄见到一件代志，就是台湾正很重视国际的地位咧提升，啊，国际即个民主的连线当咧迄个嘛进行当中，所以伫即个过程当中哦，咱会当看到讲，因为咱即个甲中国无共款，这是大部分，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拢会认同的代志啊。啊，毋过只有一个族群的人伊袂认同，即个族群是啥物人？就是中国国民党吼。对，所以伫即届即个捷克议长来到立法院内底来做即个演讲的时阵吼，即个中国国民党的一挂委员吼，就提着迄个手板去遐抗议。美国猪，美国牛，我无爱吼，澳洲标准。对，伊去抗议讲即个，甲捷克遮个人抗议讲啊，美国猪肉，我无爱互伊入来啊。你欲捷克的议长要安怎讲哦 ？OK，OK，Fine。OK， 所以我也刚刚讲，除了这件代志以外，吼，另外一件代志就是今日咱咧讨论的这个护照的问题啊。因为护照不管是讲之前这个陈水扁总统咧改的时阵，还是讲这届伫立法院诶，真侪这个党派大家做回来这个支持这个决议案的时阵，内底拢欠缺一个。这个角色就是中国国民党，所以意思就是讲，不管发生什么代志，中国国民党跟中国的迄个口径拢一致哩啦，系啊，所以我呢刚刚讲，你其实中国国民党你根本就无伫台湾参政的资格，因为你根本在想的都不是台湾人的利益，你在想的是你中国国民党的利益，是你中国人，是你这个亲中才的利益。是，有人看到讲吼，这个咱看到韦德奇哈，张蝶的发言讲的吼。我是台湾人啊！这个过去，这个江启臣主席，伊伫三月十七的时阵，伊的讲话嘛，讲起用变出来，伊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然后虽然我尊重伊的这个认同吼，啊，有人也是伫台湾尊重啊，伊是人讲伊认捌伊是台湾人好，伊认捌伊家己嘛是中国人吼，这拢是尊重，但是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个吼台湾要生存的这个政党吼，真正爱去继续来去思考了吼，咱嘛看到讲，即阵吼这个红色这部分。是台湾人，也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部分哦，已经来到27.5%，这是2020年哈。但是咱看到，这个敢那是台湾人的这个认同已经来到67%，已经是到达安尼趋势，自92年到即阵吼，已经来升到这个部分啊。我相信未来这个部分一定爱哦，一定会继续来升悬啊。只是讲这个共识到底安怎来产生吼 ？Jerry， 你安怎看这个共识？其实吼，咱这個台湾人的认同吼，其实。以2020来讲，应该是有持续提升，因为伫即个全球武汉肺炎即个吼方面哦，咱台湾做得非常好，所以咱大家拢会感觉讲啊，做一个台湾人，咱伫即个武汉肺炎即个防疫，全世界咱做到上赞，所以即个认同是有提升啦吼。所以吼，阮来看即个图，阮感觉就感慨就是讲，咱捷克即个议长来到台湾，啊，伫咱的。国会底下咧讲，我是台湾人，用中文讲，讲我是台湾人啊。即句话伊其实有一个典故，就是讲1963年吼，美国的总统甘乃迪吼，伫柏林讲的，啊，柏林是被东德给包起来，是啊，当初是冷战哦，啊，伊讲我是柏林人，伊讲德文讲 Ich bin ein Berliner 呢，伊讲即句话，伊意思就是讲吼，即个美国是民主阵营，是跟柏林站在一起嘛，对抗啥？共产世界，共产世界嘛，对不对？所以咱看到即个捷克即个议长，伊伫台湾讲一句话，讲我是台湾人，其实伊是用即个当初领证即个名言来讲，即马很主席即个时阵。其实是一个新冷战，新冷战这个时阵，新冷战和过去是无同。冷战的时阵是美国加苏联嘛，加苏联。今麦是啥？今麦是所谓民主国家加共产，加中国共产党来作战嘛，来对抗嘛。所以咱看到这个一定一讲一句话。可能看啊，感觉真感动。啊，就是讲台湾国一挂人，一小撮人，搁底下咧对中国抱有错误的期待。是，搁想讲，哎，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哎，讲这种话，可能感觉讲，哎，你敌我不分嘛，你就是，你到今麦这个时阵，你还不肯就骄傲来讲讲我是台湾人。是啊，反而是这个捷克议长
到台湾来讲一句话，替咱讲，系啊，替即挂人讲吼，所以真正看到已经控制出来，咱吼亲像这个，咱讲这个电影内底，这个来啊吼，讲对我拍，咱就对伊画了吼，我是台湾人，大家勇敢甲画出来吼，所以咱今仔从这个护照开始啦，咱嘛讲到真正伫咧国民政府来遮改三，这个民国三八年吼改十八遍啦吼，即回2020年吼，真正。这个因素是啥？是咱武汉肺炎防疫会当成功，啊，伫咧成功的这个背后，咱看到真侪防疫这个人员的这个表现。所以咱伫国际上要争取到咱的地位，咱要甲护照做一寡改变。但是吼，有影看到外交部声又高吼，但是这个拍拼也搁爱继续啦吼。咱嘛看到讲真正，这个外交上，咱过去嘛有咧讨论着讲三个外关。啊，未来咱讲虽然即阵武汉肺炎疫情也全球咧传吼，所以这个护照新的有的人还阁等一阵才会当用吼，但是有的人就是真像之前讲的，穿衫裤准备好势，爱去换这个新的护照。毕竟这个台湾的这个 icon， 台湾这个字啦吼，真正有变较大字啊吼。虽然这个国徽也是无提掉，但是起码啦吼，上起码咱提出的台湾吼，你会使那是海关人员甲你问的时阵。I'm not Chinese, but Taiwanese 啦吼，真正非常感谢三位来宾来做一寡讨论嘛，希望咱台湾会当愈来愈好，感谢。感谢。